是，咱就说这意思，围球好点，那也不能总开这个逼，这个雕，这个熊样啊。但是以我多年经验，这球是青苔了。你还别不信。这球一个细 K 啊 ，K1 K2。不太理想啊，为啥不太理想？就是二没 K 着，一没 K 着啊，来个剁杆啊。对，不剁的话白球没有这分离角，对不对？11一个推进，踹一脚一，咱就说这个位啊，全搁心里。